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啊？今天我们是来演香港警察，在市区里就巡逻巡逻，保护市区的安全。无意中接到了一个毒品交易的案子，去到地点后就发生了枪击行动，警匪就这样打了起来。在把匪徒送回警察局的途中，竟没有想到匪徒已经拥有了这个暗杀警察的计划，而且到后面呢还搞到死伤惨重啊！这样够力啊！搞什么鬼啊，怎么这辆车停到这样子？哦，原来有两个乞丐在那边睡觉哦。喂，你们两个呢可以在这边人行道这边乱睡觉的，知不知道这边是人家走路的地方吗？哎，哪只狗在叫啊？是前面这只狗哦。走开啊，走开啊，不要烦我们啊，我们要睡觉啊。喂，我警告你们哦，我叫你们现在马上给我离开，你会不会听？要吸我的屁股吗？好香哦。哇，你们真的很大胆耶，当我耳边风。起来啊，我叫你起来会听啊。跑，快点给我跑，跑出去，跑远远去，不要让人家看见你们。真是的，从来没有看过那么莽撒的乞丐耶。这一辆车怎么会在这一边啊？到底是什么东西？破了镜子来看一下，没有东西哦，看来有一包没有注明的药盐。OK 啦，这辆车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通知一辆拖车服务把这辆车给拖走就算了吧。好啦，我们可以接下去巡逻好啦。对了，大家是否知不知道有超过78%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的？ Oh hell no！ 如果你是还没订阅的话，那么赶紧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哦，有人在运毒哦，路途不遥远吧？来，我们这样子直接过去吧。地图显示是在这一边罢了，就是在这一边靠近右手边这一边里面的一些地方啊，应该是这一边吧。拿出这一把步枪准备。担心等下里面会有人拿出武器来跟我们枪战呢、啊。哇，你们看那边里面好像真的有一辆车子哎。哦哟，他们好像真的是在进行着那个毒品交易哎。我们现在拿出手枪，慢慢的瞄进去啊。哦，那个人站起来哦。哎，他拿枪出来。哎呦，快点 ！Oh my god， 他们发现到了，藏了，我们快躲起来先。藏了，匪徒打起来好了。哎呦，他们发现到我在这一边了，怎么办呢？现在只能靠这辆车成为我的围墙罢了。他们目前求保卫这整个地点了。Oh my god， 一直向我开枪哦，我不敢出去耶。呀，哎呀 ，OK， 一个死了，那边还有一个，哎呦，扫射你呀，去死吧！死了吗？哎，怎么有人前面射我？哎呀，原来是你在前面射我！哎呀，怎么跑到那边去？藏了他们逃跑了，快点去追他们！哎呦，跑到外面去了，竟然是这边吧？哪里？对，哦，他这边还有一个，哎呀，在那边，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那边是不是？别跑，手举起来！哇，有一位手举起来了，哈，还想要逃跑？别跑，给他死吧。OK， 他应该是死了。你别乱动，手举起来，把你手上的那个包包丢下来，赶紧快点，成功逮捕到这位嫌犯。其他的应该是已经被打死了吧？贩卖毒品啊，还要运毒啊？你以为我们警察是傻了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警察是蠢鬼啊？啊！你现在跟我回去警察局，我要抓你就是了。雷在喉歹打嘛雷，这包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没怎样啊，把它放在车后备箱吧。哎。把他带去警察局 ，Let's go！ 这一宗毒品案件终于都成功破案了啦！警察，可以通融一下吗？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想要去看我的妈妈。你妈妈那么辛苦抚养你长大，你还跑去运毒？对不起啊，警察，你就通融一下，让我见我妈妈之后才带我去警察局好吗？好啦。就给你见一次啦，嗨，这个不好急，我们这些警察也不是没有良心的。好啦，就看你这么想要做一次最后一次的孝心，就让你去见一次。这个匪徒告诉我，他的妈妈的家就在这一边呢。好像感觉有点远，但是总算都已经到达了啦。哪一间？到底是哪一间？这一间啊，是这边啊。OK， 好，那我停下来。来，你给我下车，现在快点落车啦，回见了呀妈。这样子的孩子都有，我看他妈妈这样子的话，应该会很伤心咯。好妈，我回来了。边位呀？啊，谁呀？你做咩衰嘢嚟呀？你的孩子耶，是去到一个地方，跟一大帮的坏人一起运毒，所以被我们警方抓到了。对不起阿妈，你呢个衰仔啊，你令我太失望咯。我养到你咁大吓、啊，你点对得住你阿爹、啊？哎，这种母子的对话，我看了真的是眼泪不可以打汗了啦。OK， 好，我先放你先。OK， 解开你的这个手铐，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让你跟你妈咪讲一些好话，然后才带你离开。我
好讲我哋警察冇良心啊！看到这种情况啊，我想待会去到那个法庭的时候，我应该会在法官面前帮他求情吧，不要让他坐牢坐这么久。喂，十分钟啊！哎呦 ，OK， 好，我就站那边等一下吧。拿出我这把武器，等一下先啦。2 hours later， 哇，两个小时啊，喂，都在里面讲话讲这样久的，不可以啊！喂，讲完了吗？诶，人呢 ？Oh no！ 不要跟我讲逃跑了，没有在耶，会不会在这个门里面？嘿，嘿，惨了，开不到嘞！不要跟我讲他们逃跑了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看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回到去警察局里面开出那个逮捕令啊！本来明明可以成功了，因为我好心的关系，结果害到我自己本身。哎呦 ，OK， 警察局到达了啦，快点，快点！警察们，救命啊！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讲，很严重的。咩事啊？咁讨厌爸爸？有一个运毒的嫌犯已经跟他妈妈一起离开了，他消失了在那一间家里面，我们暂时找不到他。我想要号召所有警员来帮帮我寻找这个狡猾的嫌犯。哎呀，这个没有事情啦，通知这个冲锋部队来帮助你就好啦。冲锋部队？哦，是哦。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各位警察，我现在赶紧要去通知了。哦，对哦，我忘记了冲锋部队耶、yeah! 好了，冲锋部队我们已经通知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警车还有冲锋部队已经准备好等我的指令，就直接出发去寻找那一个运毒的毒贩了啦。 CK，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好，那么呢，你们大家准备好了呢，全部可以上车了， OK， 然后呢等我指令。等一下，直升机，我的，喂，什么事情？ Oh my god， 喂喂喂，救命啊，请求支援啊，警察局受到攻击。 Oh my god，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Oh no， 直升机来到警察局这边开枪，还射那个导弹过来。 Oh my god， 我的天啊，快点跑哦。哦，救命啊！惨了惨了，很多冲锋部队已经受伤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我们警察局受到了攻击，赶紧出动你们的警察过来协助我们，去死吧你们这个 ！Oh my god！ 哦，幸好躲在这个地方，暂时没有被看得到。哇，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嘿，去死吧这辆直升机 ！Yes， 成功打到他了 ！Yes yes yes， 他倒下倒下倒下了。还有另外两家里，还有另外两家里，我在那边。Oh my god！ 哦哟，危险呢！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能够把你给打下来，你看一下我用这个方式来把你给打下来。来呀，有本事过来！该支援可以爬上去的。来呀来呀，有本事来找我啊！哇，你要躲到哪里去？我这边有楼梯可以让我上到上面去。来呀 ，Come on baby， who scared who？ 谁怕谁啊？来呀！哦 ，OK， 不要紧，射不到我，我躲在这边看你有本事射到我吗？来呀，上面那些警察全部在逃跑了。OK， 不怕不怕，我想办法把他给打下来。Come on baby， wanna shoot me？ 我的，我老尾够力哦，他的那个。哎呀 ，Come on， 要给你死啊 ！OK。OK OK OK，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跑一个地方躲起来先，躲起来先。OK， 这边可以。Come on baby， 我跟你拼过啊 ！Yes Yes， 成功啊！这个谁来的？这个好像是他们人来的嘞。OK， 不要紧，直升机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快点，我们快点过去啊！直升机那边看一下到底是谁干的事情。在哪里？在前面，在前面，在前面这边。对哦，就是他。哎，怎么是你？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把我给杀死，我告诉你，那个包包是即时炸弹来的，整个警察局就要爆炸了啊！我以为你会有悔改之心，但你没有，去死吧！OK， 我要赶紧回到去啊！那个包包就是即时炸弹 ，Oh my god， 他那个真的是即时炸弹的。刚才我开出来的时候还剩一个五分钟罢了，赶紧快点驾降警察车离开这边了，快点 ，Go go go， everybody give away， 走开！哇，老伟，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试过，自己本身驾着这样警察车，后面载着一个这么大力的一个即时炸弹，我迟早应该会死掉，我现在手很整，很怕 ，Oh my god， 走开！我大概知道我要去哪里了，我直接前往到达那一个很难。南部那边的一个港口，那边应该是很靠海的，把整辆车直接飞下去海。哇，我不要管这样多了，我快点哦！好了好了，到了到了，现在一分钟半罢了，快点！哎呦，我很紧张，前面就是了，我直接飞下去就是了。OK， 来来来，跳跳跳啊跳啊！哎呀，哎，你还没有下去呀、啊？不会吧 ！Oh my god！ 不要，惨了，还不要下去，到底哪里还可以再飞？
OK， 不要紧，我们直直跑，前面应该可以飞下去的。来，快点，准备，加油！一、二、三，跳！哇、哦！哎呀！我是要这样警车下水，不是我跳下水呀、啊，大佬，莫玩我啦 ！OK， 不要紧，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方法，再直直的转一个圈，再飞下去尝试一下。加油，加油！这次一定要飞下去，准备跳！哇！我的哦，掉下去了！哇、哦，爆了！哇！差一点点，我就死了 ！Oh my god， 好危险哦！这一次总算给我了一个教训，下一次呢，无论怎样都好，都不可以有良心，一定要很横行就是了。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